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听。五够赞。为什么要分开来说呢 ？OK， 今天是一月十号，我们要来读一段的经文哈。我想请小何来念喽。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六节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来，丁恩，你说一次。我的国不属这界事。这件事啊，这世界的国不属这世界哈。为天国而造，什么事情要为天国而造呢？你们知道吗？其实，在半年以前，去年，小朋友注意老师这边，老师在讲话，有没有在听啊？老师在讲话。半年以前，去年八月的时候，我们让你们开始在苗栗晨曦会一起拉小提琴，有吗？有，去年八月开始，我们就在苗栗晨曦会，你们是人生当中第一次 正式在聚会的时候来拉小提琴，来参与服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叔叔说，希望你们可以拉小提琴啊。不是。是因为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积财宝在天国、啊、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积财宝在天国，从小就要懂得服事，在教会服事，能够服事上帝。所以呢，这也就是为天国而造的一件事情。这样了解吗？了不了解？了解。我知道每一个月都要你们都要学一首新的曲子，学三首新的曲子，这样啦。我知道你们很辛苦，但是呢，请不要忘记，我以前有一个牧师就说话，推掉服事就是推掉恩典。只要你越服事就越甘甜，只要你越服事越侍奉，你就会恩典满满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为天国而造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而做？为了谁而做？耶稣。对，好，反正好像答案都说耶稣就是对的哈、哦。来，丁恩宇，告诉我，我们做的事情应该为谁而做？耶稣。一月十号的风和树恩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的。等一下，没有那个问题时间。哦，对哈，对，快问快答时间。好，请问一月十号，我想问的说，你的长处是什么？你的什么是长处？长处就是你有什么很比别人厉害的地方，比如说拉小提琴，比如说唱歌，比如说。我不知道，唱歌画画。好，那小恩呢？你的长处是什么？你的优点是什么？唱歌。是吗？你都学哥哥说话，对不对？啊？不是，养狗唱歌。养狗唱歌，你因为你现在旁我没有啊，各位听众，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录音的现场呢，其实旁边有一只狗，那是我们的泡泡。啊，那面面呢，在这个有这阵子身体不太好，所以呢，他去住院了。那我们泡泡呢，一个人很孤单，所以我们把他带到我们身边来。好 ，OK， 今天的一月十号的风和硕恩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喽，谢谢大家的聆听。